民国96年10月19号，当年行政院环保署推动脏乱通报期限结案全民运动，桃园县在当年第二季的考评结果中表现亮眼，不仅在环保机关内得到全国第二名，全国的乡镇市公所排名前十名中，桃园县就占了六个名次，包含桃园市、中壢市、大园、龟山、龙潭和杨梅，其中桃园市更勇夺当年的全国第一，表现相当辉煌，也显示当年桃园县府执行成效相当良好。当年桃园县府环保局也向民众宣导，环境脏乱通报的专属网站是常态性设置，民众如果有发现脏乱点，除了打电话给公所清洁队之外，也可以上网来通报，以利相关单位前往清理，共同为公卫环境尽一份心力。谢宗浩报道。